中国有着礼仪之邦的美誉，一向最重礼仪，有礼走遍天下，无礼寸步难行。不管在哪里，你再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人物，你也要知礼懂礼，而且要习礼用礼。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，商务礼仪和社交礼仪中已经逐渐融入更多新的内容，需要我们不断去学习。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，掌握国际化的时尚礼仪更是迫在眉睫。在2008年之前，我希望借助赵老师的嘴巴，让更多的人学会什么？学会文明礼仪，学会时尚礼仪生活化，生活礼仪时尚化。礼仪需要修炼，魅力可以打造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360度的魅力明星。本期前沿讲座，就让我们来跟随时尚礼仪教母周思敏一起来修炼时尚礼仪，敬请关注。他是国际教育基金会评选的和平大使，他被美国营销大师米尔顿·科特勒誉为艳丽四射、秀外慧中、果敢优雅的魅力美女营销专家。从钢琴老师到国际 SMC 机构高级讲师，从台湾选美协会礼仪顾问到中国香港国际礼仪研究院院长，他的美丽与成功也正是对时尚礼仪的最佳诠释。总结华人成功人士，特别是成功女性的经历，他将人生成功的要素归结为幸福、社交和财富三大魅力，因此他称为美的使者，传播着美的文化，被尊为时尚礼仪教母。一个人能够有良好的仪礼啊、仪容仪表仪态啊等等，这方面会给你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人际关系。因此也呼吁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一定要学礼、知礼、懂礼，而且要应用礼仪，你会有很好的人缘哟。各位现场的同学们，大家早上好。好。今天除了周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过往生活中的时尚礼仪之外，还要跟大家互相学习跟演练。因为我常常很多人说，哎呀，礼仪很简单啊，反正我讲给你听就可以了嘛。但是如果听了你不会做，你觉得能够落实吗？各位觉得能够落实吗？不能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在整个课程的当中，我们用周老师讲给你听，然后呢我做给大家看，接下来要请各位在座的各位练习重复融会贯通，就是请您一起参与来做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在你做的过程中，老师知道你哪里比较好，提出来表扬，哪里还可以更进步，然后我们共同学习跟指正，好不好？好。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最后一步就是我们共同来分享跟赞美，各位觉得这样好吗？好。 OK， 好，那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啊。之前我们在座的各位有看过我的书、听过我的课或者看过我的电视节目的请举手。哇，还有这么多位啊，我以为一位都没有呢。好，谢谢。那今天第一次跟周老师见面的请举手。 OK， 好，谢谢。刚刚呢我问说听过周老师课、看过我的书或者看过我电视节目的同学请举手，大家举手都是这样子的。当我问说第一次跟周老师见面的同学请举手，大家举手都是这样子的。为什么差这么多？为什么？因为行动很重要，是不是？这也是一种礼节跟礼貌。刚刚我站在那边，我一上台的时候，我听我的助教王佳怡给大家介绍说我出场的时候，大家鼓掌是什么鼓的啊？怎么鼓的？ OK， 好，这样鼓掌我就不想上来。如果是这样鼓掌我就不讲课。想不想学一个正确的鼓掌的方法？想。真的吗？想就要练习好吗？好。 OK， 好，那把你的左手打开，这是你的左手吧，然后右手来，一只手指用力的敲，用力用力，再大力一点，两只，来，两只两只两只，三只，再用力再用力，四只，好，五只，加油。 OK， 行。我要看看你的手什么颜色。红色。红色。感觉这种掌声好不好？好。这是不是一种礼节？是。如果今天在座各位是主讲者，我说接下来我们有请谁谁谁出场，这个出场的人很高兴上台，然后你们就这样，你想站在台上这个老师会怎么样？那你这样我也这样呗。是不是这样？感觉这样好吗？
不好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既然我们要知礼、懂礼、习礼、用礼，我们就要从头到尾贯通到每一个细节里面，把礼仪这两个字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好。在座的各位呢，可能听说过我的名字，甚至有的大概知道一点点。其实啊，我姓周，周恩来的周，思想的思，敏捷的敏。Okay， 我记得啊，在许多年前，我跟在座的各位一样，我原本呢，大学刚毕业之后呢，就选择了一个钢琴老师的工作，我就教很多小朋友弹钢琴。可是，在过程中啊，我的收入还蛮好的，我就一直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真的觉得自己了不起啊。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天是我的，地是我的，所有周遭都是我的。这时候有一天台湾发生了一场大地震，就是921大地震。因为在地震之前呢，我开了一个超商，很大的一个超商，结果因为地震的关系，这个超商就没有了，房子就是站着的东西全都倒了，了解吗？那这时候我就重新选择了另外的一条路，这条路呢就是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讲师。也是因为这样的机缘呢，后来我参与了讲师培训班。培训班过后呢，我发现我有很多的能量，我有很多的能力还未发挥，我就到了外企一家日商公司应征，成为一个很普通的，就是我们在办公职场常常用到的这种所谓的行政助理。第一个事情就是接电话。当时第一天上班的时候，我深深的感受到，哇，全公司的人都在看我，我高兴得不得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们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谢谢。OK， 谢谢。我更现在就开始赞美了。今天呢，我会跟大家讲怎么样让学会正确的赞美。我觉得你刚刚赞美已经很好了，80分。但是周老师对各位的要求是120分，你还有40分的成长空间。好，那时候呢，我到了这家公司啊，我发现好像人家都在看我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。结果我们的老板，就是我们的董事长，他就说呢，Vivian， 他叫我英文名嘛，他说麻烦你帮我倒杯茶水，我就给他倒了一杯。等到茶凉了他还没喝，我很好心，老板没喝茶不行啊，我再给他换一杯热的，他还没喝，我又换了第三次，我发现从早上到晚上他都没有喝，我就好奇了，为什么我倒的茶他不喝？我就想了一天，然后我发现这一天中全公司人都在看我，早上看我跟刚刚这位同学女同学的想法一样，我认为我漂亮。到下午看我发现不对了，不单单是漂亮，可能是更漂亮，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。结果好不容易熬到五点半，怎么样，下班了，第一件事情要去做什么？你们怎么都知道啊？我第一个下班做的事情，回家打开家里门，马上站在我家穿衣镜面前照镜子。当时一照镜子，我发现哇，我知道了为什么全公司的人都看我，不单单是漂亮，还有更好看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发现第一，哇，我今天的妆啊画得太浓了，简直就是去夜总会跳舞。第二，我发现哇，我的衣服穿得太露了，是去逛街压马路。第三呢，我发现为什么我们的董事长，我给他倒了三次水他都没喝。我头发很长哦，比现在还长到这儿，长长的直发很漂亮哦。我呢给他倒了一次水，我因为不好意思摸一下头发，然后呢我再给他换一次水，我又摸一下头发。你想，我一直摸完头发给他拿水，摸完头给他拿水，他敢喝吗？各位你敢喝吗？觉得所以在职场中发型重不重要？真的是相当重要的，包含你所有的衣食住行，在整个职场里面你都要把它生活化，而且你要把你生活的一些细节，不好的细节怎么样修正过来改掉。好，那讲到这个呢，其实今天呢我讲这一段就是让各位了解，其实周老师跟大家一样，我也是非常普通的，我们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，只是我比大家早一些接触到了礼仪，我比大家早一些了解了礼仪，甚至呢我比大家早一些，我想把时尚礼仪这样的一个好的课题，好的东西，借助大家的嘴巴传播到更多的人的心中去，让大家更要落实把它执行。我们都知道2008年要举办什么？奥运会重不重要？重要。那重要，要不要讲文明？要不要？要不要讲礼仪？要。所以说呢，在08年之前，我希望借助周老师的嘴巴，让更多的人学会什么？学会文明礼仪，学会时尚礼仪生活化，生活礼仪时尚化，这是我的 slogan 呢。有人会问我说：“周老师，你可不可以给我讲讲商务礼仪？”我常常问他说：“你要听商务礼仪的哪一段呢？”也有人会说：“周老师，那你帮我讲讲社交礼仪。”我也会问他：“那你要听社交礼仪的哪一段呢？”
其实啊，在礼仪这一块，它会随着朝代、时代，然后呢，环境、地域、风俗不断的转变跟完善。各位了解我说的意思吗？我相信大家能了解。记得在古代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人士，我们大家都认识哦，他叫做孟子。我们把他把这个孟子改成现代的人物版。有一天啊，这孟子下班了，开着他的大奔回到家里，车库一停，哎，走上他家的别墅小洋房。进去之后呢，他就很开心，哼着小曲就进去了。进去之后，他一开他家的房门，看到了一个场景，他就很生气，门一摔他就出来了。他就跟他老妈说，哎，老妈老妈，我跟你讲，你快来了。他老妈说，什么事什么事？他老妈噔噔噔就跑上来。跑上来之后呢，孟子就跟他老妈说，老妈，我要跟他离婚。哎，当时听到这个时候，他老妈吓了一跳。哎呀，傻儿子，你看你老婆温柔可爱、美丽大方，也是超级无敌宇宙大美女，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？然后这时候啊，这个孟子就说，因为刚刚我进我的卧室，我看到我的老婆两脚开开坐在那里睡着了，而且还流着口水，太没有仪态了，这样的老婆把啊娶回家好赖我孟子也是一个千古流芳的大人物呢，是不是？然后这时候他老妈就说了，哎呀，傻儿子，我看啊，你没跟你老婆离婚之前啊，你老婆应该先跟你离婚。哎，当时孟子听到之后，为什么要先跟我离婚呢？这时候孟母是很有学问的嘛，就跟这个孟子说，儿子啊，你在进入私事之前，哪怕是你的卧室，进入别人的地方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样？敲门。如果没有门，你应该怎么样？哎，咳嗽一下或者打个招呼嘛，人家知道你来了就不会怎么样。比如说你太太在这边睡着了，哎，两脚开开，你嘣嘣一敲门，哎，吓一跳，马上怎么样？哎呀，老公你回来了，这种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夫妻之间要不要讲礼仪啊？要啊，你不要说夫妻之间就不要讲礼仪嘛。讲到这里，各位，孟子了解妈妈说的意思了吗？了解了。对，不管在哪里，你再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人物，你也要知礼。懂礼，而且要习礼用礼。所以呢，在今天这个整个过程中，周老师的讲课风格哈，跟很多老师有一些不一样。我第一让大家知礼，就是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，知礼，然后呢懂礼，真正的去懂，然后再来呢习礼就要练习，最后呢要用礼，把它用到哪里？用到生活上跟你的工作中去。你不要知道了懂了你就不习不用，那等于什么？等于零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。其实呢，在古代礼仪它是有区分的，它跟现代的礼仪它是不一样的。古礼上面有谈呢，礼是什么意思，仪是什么意思。我今天呢尽量以简短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，然后多半的时间跟大家互动来练习，好不好？我希望大家全都动起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啊，在古代礼它有三层意思的，它代表的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大家可以念出来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政治制度。那第二个呢？来看一下是什么？礼貌、礼节。第三个就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的是什么？礼物。这是古代的啊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仪呢也有三层意思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什么？容貌和外表。第二个呢？来看一下，仪式和习俗。第三个，可以大声的念出来啊。准则和法度。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那礼仪呢它有它的基本性质，它的基本性质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它是一种行为规范或行为模式。其实礼仪它是规范你怎么去做。讲到这个，曾经啊，我跟很多先生男士在场的帅哥说，我说，哎呀，我现在有一个礼仪讲师培训班非常好啊，怎么怎么样。结果这位帅哥跟我说什么？哎呀，周老师太好了，让我老婆去上。我说那您呢？我就不用了吧。那我请问现场的女士，如果你的老公不讲礼仪，你觉得好吗？不好。那现场的男士，如果你的太太非常讲礼仪，你完全不懂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我前几天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，他是联合国的一个官员，他来中国，他找到我跟我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周老师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要办一个班，你来帮我办好不好？我说好。我说办什么班？他说办好太太养成班。我说非常好。他说你要啊，他跟我讲你要让他们知礼懂礼，什么什么都交给他们。我说 OK。 我说那他们嫁给谁呀？他跟我说嫁给联合国官员呢，嫁给联合国的一些人呢，嫁给一些有钱有势的人。我说那他们知道我们学的内容是什么吗？他说哎，不知道。我说那这些优秀的女孩子培养出来了，我相信不是嫁不出去，是没有人嫁。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这些女孩太优秀了，可能男士也要怎么样。我讲的意思是说，女生在不断成长，男生要不要学习礼仪？
要，因为学习礼仪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非常好的一个润滑剂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啊，第一，它是一种行为规范，第二是什么呢？大家共同遵守的契约或达成的共识。大家互相共同遵守的什么？契约或达成的共识。好，第三个，有它存在什么？OK， 好，那既然它有基本性质之外呢，我们看它还有五大特点，它有什么特点？第一个，来，是什么？时代性。是不是古礼跟今礼不一样？对不对？古代人与人见面是什么？是拥抱吗？吓死人了。是什么？作揖。这是，其实作揖这个礼节很好，这是我们中国的古礼，对不对？作揖。OK， 这叫拱手礼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它第二个有什么性？地域性，百里不同风啊，什么十里不同俗啊，等等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地域性，今天你在北京，比如说你称呼人家女士、大姐，大家都可以通，对不对？你到了南方，你称人家大姐，人家不高兴的，你要称人家为什么？小姐、靓女呀、靓女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说，地域性、区域性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再来，第三个是什么？具体性，比如说会议有没有会议的礼仪？沟通有没有沟通的礼仪？那它有没有不同的场景？比如说一个握手，它可能分休闲、社交跟商务，是不是有它的具体性？你不能把休闲的握手拿来做商务，你把商务的 握手拿来做休闲，也是有点怪怪的嘛。所以不同的具体的环境跟事物，我们所用的礼节一样吗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应该是以人为尊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个，下一个是什么呢？对。第四个是什么？可操作性，简单。为什么讲操作性？比如说我们在请客吃饭的时候，我们的规矩是这样子的，但是我请的这个客人他偏偏我就这样，我就叫 VIP， 就是我就要特殊，那这样子怎么办？你要可操作性就好了嘛，了解吗？好 ，OK，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是什么 ？OK， 理智性，要用头脑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啊，我把简单的这些基本的性质跟原则介绍给大家，是让大家能够理解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礼仪的基本原则，第一个是什么原则？平等原则。我们现在都讲男女平等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大家念，大声一点。互尊。第三个，诚信。第四个，宽容。第五个，自律。那既然讲了这么多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其实呢，礼仪它是分场景、分步骤的。我呢，基本上把礼仪分为三个场景，七大块。我来问一下，第一个场景是什么场景？第一个是社交场景 ，OK。第二个什么场景？商务场景。第三个呢？休息。是的，其实它是分三个场景的。在时尚礼仪方面呢，我把它分为三个场景，七大块。我来问一下，这七大块是什么？比如说，这张脸，化妆啊，打扮，这叫什么？啊？对，仪容。穿衣服呢？仪表吗？刚刚谁讲的？讲对了啊。第三个，吃饭叫做什么？中餐、日餐、西餐叫做什么？仪餐嘛，仪餐嘛。然后站坐行蹲叫做什么？叫做什么？仪态。对。然后接下来请柬呀，做一些活动的时候，比如说开 party 呀、送礼物啊等等，这叫什么？叫仪检。OK， 好，再来，比如说我们今天办活动啊，办大型的招商会，我们有一个颁奖典礼啊，等等，这叫什么？仪式，仪式。然后比如说我们进会场要关机啊，要做一些事前的说明，这叫什么？叫做仪礼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讲了这么多，我总结一下，刚刚有讲三个场景，什么场景？商务、社交、休闲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商务场景、社交场景跟休闲场景里边包含的内容是什么？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第一个，商务场景里边包含有什么？会议礼仪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外交礼仪。第三个呢？好，第四个。第五个。第五个。好，第六个是什么？好，第七个。各种商业仪式等等，这是商务场景的礼仪。那我们再看一下社交场景的礼仪是什么？介绍、拜访。各位知道，比如说我有两个朋友来，然后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要把他介绍给他，这时我要先介绍谁，后介绍谁，知道吗？不清楚，对不对？那在今天的课程中我告诉大家好吗？再来，介绍、拜访，下来是什么？交
交谈、宴请。今天我们要请人家吃饭，我们应该坐哪个位置？重不重要？重要。位置坐错了，买单的人就不一样了。再接下来是什么？馈赠跟什么？那我们看一下休闲场合的礼仪有什么，比如说习俗礼仪算不算？好，再来呢，日常的生活，日常生活，比如说，哎呀，这个家长里短啦，对不对？街道办活动啦。好，再来，这个是什么？度假、娱乐。我们今天去打球，打高尔夫球。我们今天去哪里去旅游？去爬山，这算不算休闲？算了，休闲有没有礼节？有的，不能随意啦。好，刚刚我们讲时尚礼仪分为几大块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衣品。第二个？仪态。第三个？仪容。第四个？仪表。第五个？三态。第六个？礼节。第七个？仪式。几大部分？七大部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啊，在整个时尚礼仪里面，那我们今天就演练的部分，我们今天来谈社交跟商务为主，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，也许因为你的一个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而让你收入100万，多100万收入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看你们都好开心呢、啊！讲到钱，大家都很开心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在整个时尚礼仪里面，人与人接触第一面看到的是什么？微笑。除了微笑之外呢？仪容仪表。仪容仪表，再来呢？哎，非常重要。有没有？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子，哎呀，特别漂亮，但是因为她的一个举动，让你觉得不好的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有。曾经我在某一家豆浆店吃豆浆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一个美女，哇，坐在那里，哎呀，很优雅的在用餐。我觉得，哎，这个女生又漂亮又有气质。如果我是男生，马上追。OK， 正在这时候，我在欣赏她的时候，忽然间她做了一个动作，让我感觉哇，从仙女变成了河马。知道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吗？因为早上嘛，她可能起来蛮早的，在吃早餐的时候，忽然间嘴巴含着食物的时候，把她的32颗牙齿在打哈欠的时候全部露出来了。你觉得好看吗？那这时候你还要追吗？不追，是不是像那个孟子的老婆一样了？明明人家是很优雅的嘛，但是因为小动作。所以我在今天的课程中，我也会告诉大家，作为一个女士，哪一些小动作、细节的小动作会出卖你，你不要做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所以说呢，一个人的行为举止，也就是他仪态是相当重要的。那我们先来谈一下仪态，仪态包含什么？站、坐、行、蹲，什么什么，这些都算作仪态，对不对？那各位现在的站会不会站？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。我们的老人家常常这样教育我们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在我们国家有一本蒙学教材，就是《三字经》的时候就提到过，他有一句话说：“为人子方少时，亲师友习礼仪。”其意义呢，就是说，当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就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，跟良师益友学习礼仪。OK， 那我们先看一下，在整个仪态的里面，第一个站姿，各位会站吗？会啊，这样站，这样站，怎么都是站嘛，是不是？还有这样站的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社交场景可以吗？商务场景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你说你家没人的时候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就是嘛。OK，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不可以来讲，只是场景不同，对不对？你说我今天晚上我要泡一个热水澡，在之前我要这样子，我怎么样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，这是私事嘛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学一下，在商务场景，或者是说在这种正常的社交场景，你一个正确的站姿是什么？我想来找几位帅哥跟美女来演练一下。你按照你现在普通的正常的方式，就是不用想那么多，谁来配合一下？想的话请举手。好，一位，哎，两位，三位，好，四位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台上呢，有我们四位同学，现在请这四位同学按照你们生活中认为的正确站姿站好。女士站女士的站姿，男士站男士的站姿，站好了吗？站好了。现在站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选美了啊、哦！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，来，我问一下，男士用男士站姿衡量她，女士用女士站姿来衡量她。你认为一号站得最好的，请举手。你谢谢大家，一票都没有。有一票，有一票是吗？好，认为二号站得比较好的请举手。两票，三票，来，认为三号站得比较好的请举手。
好像三号比较多哦。OK， 好，谢谢，手放下来。认为四号站的比较好的请举手。哇，四号站的最好是吗？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何为正确的站姿。正确的站姿，来，按照我的说法来做好吗？我们先学女士的，你一样学女生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学会之后，你要回去好教别人呐。可以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有两种，第一种来双脚站 V 字形，有没有看过空姐的站姿？双脚站 V 字形。OK， 来，左手压右手，或者你习惯右手压左手都可以，由你自己决定。那我个人我习惯左手压右手，左手压右手之后呢，把你的这个大拇指的位置，里边不是有一个大拇指的位置吗？来找到你肚脐，用大拇指去顶你的肚脐，提气，目视前方，面带微笑，挺胸抬头，了解吗 ？OK， 来，来挺胸抬头，对，来挺胸抬头，好，好，非常好 ，OK， 好。对，这是第一种站姿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种站姿，女士的啊，来，可以把你的左脚放在后面，像丁字步，有没有？对，哎，丁字步。但是丁字步的时候身体容易斜，那你请你把它转正，然后一样左手压右手，左脚在后的时候就是左手压右手，如果是右脚在后的时候，就哪只手压？右手压左手。缓步轻移，大方得体，落座这样的寻常举动，因一位优雅的女人而成为一道漂亮的风景。一步是迈你的左脚先出来，两步到这里，三步并齐，四步撩裙摆，撩好了之后坐下去，哎，最深坐椅子的三分之二。在商务场合，对于男性的坐姿又有哪些要求呢？坐椅子的三分之二。哎，对，然后背要挺直，对，目视前方，面带。OK， 好，来，那做好之后呢？我看一下他的脚，哎，与肩同宽，放直。礼仪需要修炼，魅力可以打造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360度的魅力明星。本期前沿讲座，就让我们来跟随时尚礼仪教母周思敏一起来修炼时尚礼仪，敬请关注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种站姿，女士的啊，来，可以把你的左脚放在后面，像丁字步，有没有？对，哎，丁字步。但是丁字步的时候身体容易斜，那你请你把它转正，然后一样左手压右手，左脚在后的时候就是左手压右手，如果是右脚在后的时候，就哪只手压？右手压左手，了解吗？来，站好，顺便学一下男士的站姿好吗？男士第一个站姿，双脚与肩同宽，你们稍微散开一点，哎，双脚与肩同宽，然后呢，臀部挺胸抬头，一样啊、哦，目视前方，面带什么？面带微笑，然后双手微微握拳放在裤线两旁。OK， 好，那男士的第二种站姿就是把手放在后面，用跨立的方式。刚刚我们是不是这样子？女士的站姿就把女士站姿一样搬到后面就可以了。OK， 了解吗？对，我现在手上有拿麦克风，就这种感觉。我等一下会请男士做示范啊，请现场的男士做示范。OK， 面带，哎，对，太可爱了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掌声谢谢四位，请回座，谢谢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请现场有穿西装打领带跟穿套装的人请举手，有穿套装的，来 ，OK， 好，那你们四位到台上来，来，动作迅速。快来！我感觉他们站起来可能更精神，因为他们的服装好。那现在呢，请女士按照女士的站姿，男士按照男士的站姿，男士站第二种，女士也站第二种站姿来。呀，感觉有没有像空姐那种感觉？有没有？是不是这样子站姿很帅，也很漂亮？来，收腹，好，哎，非常好，哎，非常好，来，面带微笑 ，OK， 好。要不要掌声鼓励一下？这就是正确的站姿，所以回去之后大家要不要练习？要。好，非常好，来，谢谢四位，请回座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请所有学员来，请起立。在没有坐正确站姿之前，你先挺拔一点，
感觉在天花板上有一个绳子掉下来，拉到了你的颈椎。来，一直往上提，往上提，哎，提，非常好，提，哎，面带微笑，不要看天花板了，面带微笑，对，有 ，OK， 面带微笑，好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男士按照第二种站姿，双脚与肩同宽，把手放在后面，有点跨立的样子，但不要太高。记得跨立的时候，男士的手在后面，不可以摸手指，在那边抠来抠去哦，不可以乱动乱玩。好，这是男士的站姿，站好，来面带。男士站男士的站姿，好，那女士来，我们左脚在后，右脚在前，左手压右手，左手压右手，对，放在你的肚脐上的位置，来，来放在这里，哎，面带微笑，哎，非常好。以前啊，我给舍兵教练培训，那个舍兵教练的身材都好得不得了，他们的腰啊靠上，然后呢腿很长，所以我一看他们，哇，怎么站在那每个都是这样，我说你们为什么这样，他说周老师你不是说手要放到肚脐吗，我肚脐长在这里所以我现在改了，我说你在站的时候让你手去找肚脐上下一公分，站起来很协调的位置就可以，你不要肚脐在这里，你放在这里啊。OK， 好，来，感觉怎么样，感觉有没有，世间只有我最美，世间只有我最帅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今天这种站姿的话，你把它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，是不是在你的企业中或者是在你的家庭里面，人家都觉得呀你好有礼仪啊，你在跟人家接待的时候最起码第一个站姿是怎么样的，100分的。那既然站我们讲了，接下来坐要不要有坐的姿势，那各位会坐着吗？每个人都会坐的，只是坐的方法不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商务场景或者说社交场景的坐姿是什么样子。那我需要一位女性朋友来跟我配合。我现在呢，我请这位女士，就是按照你平常的坐姿，还没有学嘛，对不对？按照你平常坐姿坐下来，我们看哪里可以坐得更好。好，来，请坐。坐呀。大家觉得这样好吗？也很好，可是周老师要求是多少分？180分。那现在可能80分，是不是啊？OK， 那再做一次。我们就喜欢这样。OK， 好，如果正在休闲场景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今天商务谈判的场景适合吗？不适合，因为他的鞋底都露出来，大家一看，尤其假如说他鞋底上还有个商标的话，你看哦。这个老板有钱，一双鞋1980。哎，这个老板没钱，一双鞋250，了解吗？所以如果要翘脚的话，有翘脚的姿势。那我请这位我们的女士，请起立，我按照正确的方式引导您做一次，好吗？来，请站在这里。来，那我说它是有步骤的。比如说我们女士正常来讲，我们应该从右边进入椅子来坐下，出来的时候一样从你的右边出去，了解吗？好，全都是右上右下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它有正确的步骤。一步是迈你的左脚先出来，两步到这里，三步并齐，四步撩裙摆，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撩裙摆的动作，那不管你穿裤装裙装都要撩裙摆，撩好了之后坐下去，哎，最深坐椅子的2/3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满背。好，那撩裙摆，然后再来呢，把你的衣服整理一下，哎，你可能穿套装或裙装都 OK， 这样整理一下。整理一下之后呢，如果今天我是穿裙子，我要左手压右手，压在哪里？压在裙摆的下摆上，这样子目的是什么？防止走光。对，那你的双脚斜到左边或右边，由谁来决定？由自己来决定就可以了。了解我说这几个步骤吗？了解吗？了解。好好，那我们来，我请这位女士先坐一下。好，来，按照我刚刚讲的，来，预备开始，一、二，对，三、四、五，对，整理衣服，五，对，六、七，脚放一边，对，非常好 ，OK。那你这个手呢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像鸭翅膀这样，往里边，哎，对，这样子，它是顺着身体下去的，这样的感觉，哎，对，非常好。来，目视前方，挺胸抬头，面带微笑。各位感觉这样好不好？好。OK， 好，那就是
这是坐的姿势。那起来之后离席还有说法呢，请您坐下去。那我请您起来然后离开就可以了。好，起来。从这边。哎，从这边走。然后是，是先这样走呢还是倒着退着去走。 OK， 好，所以还不清楚嘛。好，没关系，来，你再看我做一次啊，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那起来了，我要起来，第一我把脚收回来，然后站起来，站起来之后呢就有步骤的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并拢之后，第五步怎么样？把我的椅子等于给人家放回去，了解了吗？所以它有五个步骤，了解吗？好，我再请您坐一下好吗？来，坐好之后起立，来开始，请起立。来，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四步。OK， 非常好，已经做到80分到90分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回去之后练习哦，回去之后一定要练习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再请我们穿套装的同学来做一次正确示范，试看看。好，来，准备好，稍微离椅子近一点啊，准备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哎，要不要鼓励一下？好，那请起立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 ，OK， 好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，非常好。我问大家一下，在坐的时候坐久了会不会累？会。可不可以动？可以。那怎么动？左边之后换哪边？换右边。右边之后换哪边？换左边嘛。那你最后实在换很久了，你可不可以翘腿？原则上是尽量不要翘腿，但是如果翘腿的话，有一个翘腿的方法，来，你翘一下给大家看。OK， 好，在翘腿的时候呢，请大家按照这样的方式，它有一个角度，了解我说的意思吗？有一个角度来翘。好，那这样的翘腿可能让人家感觉，哇，感觉腿很修长，很美，是不是这样的 ？OK， 好，那请起立，谢谢。我做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好，谢谢。OK， 好，一二三四五，哎，我今天做好了，六七做好之后呢，我坐太久了，我就，哎，换个位置，哎，继续，张总啊，是怎样怎样，哎，还是坐累了，再来，那我最后想翘脚了，可以，了解我说的意思吗？翘过来之后，你要你整个的腿跟你的鞋子要成为一个角度，成为一个斜角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这样好看吗？不好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比较美？是顺的 ，OK， 你们可以体验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在翘的时候哈，在翘的时候一定要让你的整个膝盖往前搭，往前搭，整个往上面搭，对，不能这么翘，这么翘好看吗？不好看，这么翘。OK， 然后呢，一样左手压右手，挺胸抬头，继续聊天。那记住，在翘脚的时候，第一个脚尖绝对不可以往上翘，要往下压，一定要下压，像跳芭蕾舞一样。好，那这时候记得，如果你鞋子的鞋底有，比如说有标签啊，有什么脏脏的泥巴，你一定要把它怎么样，清洁干净，在这之前就要清洁干净了。好，那一样，你可不可以翘另外一边？好 ，OK， 回去要练习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非常好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我找女同学到台上来，来我们演练一下。我为了让大家能够学得很清楚很透彻，为了让这个碟我们这个节目拍出来，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理解，所以我再请我的助教示范一下，那个小佳怡跟我秋元上来一下，做一下坐姿。 OK， 好，来，翘脚，来往一边，好，来坐直。 OK， 大家感觉怎么样？好。OK， 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 OK， 好，来，请起。即使在座的各位啊，我真的很希望说我们今天学的东西一定要怎么样，重复不断的怎么样练习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男士的坐姿，我就找您了。来，好，来，请坐。怎么做？
好，做得非常好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位先生的坐姿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好，这样子好了，我们用正面的方式，我们挑出来这位先生在坐姿上里面有三个好的地方。谁知道谁讲？身体直，头正，微笑也到位。手放的也到位，四点了。好，还有谁？三点跟他比较不一样的。来，请讲。应该是坐了凳子的1/3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？来，请讲。我感觉如果说他要把背再挺直，胸要挺起来会更好。哇，你已经学到周老师的五分了呢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知道为什么我说他已经学到我的五分了，知道吗？他说他在沟通的时候用了非常好的一个技巧，如果我觉得他把他的背再挺直再怎么样会更好，他没有说哎，你这里不好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时候要不要讲理解？所以在周老师的课程中你听不到说哎，你这样不行，你错了，不对，或者是 no， 我从来不这样讲，我都说哎，我觉得我们在哪里一下会更好，是不是？OK， 好，那刚刚你的那位伙伴同学他说了希望你坐椅子的三分之二，哎，对，然后背要挺直，对，目视前方，面带OK， 好，来，那坐好之后呢，我看一下他的脚这种来跟哎，与肩同宽，放直，尽量不要外八字或内八字都比较不好，放直，哎，好，非常好。那记得，我觉得他整个的坐姿还是蛮好的。记得啊，在男士的坐姿里面，不一定要像我们的军人那样子，哎，我们挺直，面带微笑就可以了。我们是既有精神，来，我拍他一下，意思就是让他挺直一点。没有让你起来，哎，挺直一点，非常好。对，按目视前方。好，那我现在请我们这位帅哥来，你整个。臀部不要动，身体往椅子上靠，哎，靠靠靠靠，再靠，哎，然后把你的左脚搭在右脚上，不用像女士那样随意搭，哎，对，然后呢，把你的双手抱在胸前，这样，对，然后抖一抖脚，对，好，那大家现在感觉这现在的坐姿跟刚刚坐姿哪一个比较好？第一种好，第二种好？就是在商务跟社交场合尽量怎么样，尽量不要。但是我们有看到比如说在一些会议中有一些国外的一些高官，他们习惯用这种方法，那我们叫做 VIP 做法，了解吗？他愿意这样我们也没有不用去讲什么，只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言行应该怎么样，应该标准化，了解吗？好，来，请起立，谢谢谢谢，来，掌声，谢谢。好，仪态的部分我们刚刚讲了正确的什么站姿，然后讲了什么坐姿，还没有讲行蹲握手鞠躬跟拥抱，是不是？那接下来呢，来，请大家看我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站姿坐姿之后的蹲姿。蹲姿，我现在呢想请一个人帮我捡一样东西，谁来试看看？好，来，掌声有请，握个手。您好，您贵姓？我免贵姓郑。姓郑，那我们看一下蹲姿啊、哦。比如说我这支笔掉地下了，你帮我捡起来好吗？好的。那您稍微往后面一点，往后面一点啊、哦。来，帮我捡起来好吗 ？OK， 这是男士的蹲姿是吗？高低是非常好。OK， 好，那他做的已经很好了，已经达到99分了。我们再稍微的有一点点地方调整一下会更好。那我把这个笔丢下去，然后你再捡，你这次所有的速度放慢。OK， 好，麻烦你，谢谢。哎 ，OK， 非常好，来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我们郑先生，郑先生做得很好，知道为什么我让他把动作放慢吗？因为第一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第二个在我们整个蹲姿里面慢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如果太快的话会让人家感觉是咻咻这种感觉，了解吗？所以呢尽量放慢一些，我觉得第二次做得很好，但是在生活中你比第二次再稍微快一点，不要站好蹲起，不要这样就好了，好吗？好 OK， 好，来，加油，来，掌声，谢谢。
好，那我现在请一位女士来，掌声有请。请问一下您贵姓？免贵姓赵，顾昭昭的赵。好，那我现在麻烦你帮我把笔捡起来，我掉地上了啊。来，哇，他做的也蛮好的耶。那我们再做一次可以吗？大家再，你慢一点哈，做的时候慢一点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大家看一下他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，了解吗？来，我做给大家看一下好吗？比如说笔掉了，我们尽量用侧身来捡。刚刚这位女士呢，她是比如说笔是这边掉这边，那我习惯假如说我用右侧身来捡，我的脚跟她刚好是相反的，她是左脚在前，对不对？这样去捡，那这样去捡的话会容易怎么样？就如果我们今天穿裙子的话可能会走光。那如果你侧身的话，比如说今天我的笔掉在这里，来，我所有的观众，我对的人是这边的，那我捡的时候我可以走过去，走到这里呢，我的右脚在前，让我的右肩膀跟这个笔成为一条线，我用我的右手把它捡起来，这样可能会好很多。第一，我在下蹲的时候要撩裙摆，然后护胸，之后呢这样的方式来捡，了解吗？是不是这只脚在前面，这是右侧边呢？那这样子你们都不会看到我的裙子，对不对？那我把它捡起来，哎，拿好，拿起来，双手递给要递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再做一次。来，哎，看到这支笔了，我要捡，不管我穿裙子穿裤子也好，我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要捡的时候来，哎，这样子捡起来，了解吗？而且要慢。那现在我再请我们的 model， 请我们的模特再做一次好吗？来，谢谢。从侧面走，哎，你现在还是左脚在前，你习惯左脚在前也可以。来，左脚在前可以的话是怎么做呢？来，比如说我的笔丢下去了，我要左脚在前捡，可不可以？我换个边吗？这样子，哎，走过去，走过去，一样。来，左脚在前，换边，然后用你的左手把它捡起来，了解我说的意思了吗？所以如果你是右边的话，我就建议你，你就用右侧边来捡，来练习一下好吗？ OK， 非常好，好，好，非常好。来，我们掌声谢谢，请回座，谢谢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这样子，为了把这个动作做得落实，我请现场的女生来，请起立。我们站一排捡这支笔，从那边往这边走，每个人捡一次。好，来，我把笔扔下去啊，捡完之后请你把它丢下来再走，了解吗？每个人捡完之后请你把笔丢下去。那我们从第一排开始。好，来，所有的现场的男生哦，你觉得他做得好应该怎么样？OK， 好，来，第二排，第一排请坐。哎，很好，慢一点，对，哎，非常好，剪的时候稍微慢一点。
好，很好。在刚刚整个过程中，我发现大家做的都很好，可是不规范。如果周老师不跟大家讲的话，回去之后你们就会按照这种方式做。那以后人家说你在哪儿学的，我跟周思敏学的，天哪，我不敢在大街上走了，了解吗？所以刚刚这个动作它是一个很细小的动作，除了大家回去练习之外，一定要记住规范。我们把机位调成这样哈，比如说这样的时候，请你记得你先要决定你是右侧边剪它还是左侧边剪它，了解吗？比如说那调成这样的机位，我建议大家应该用哪一边剪它？左侧边。如果你右侧边会怎么样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了解吗？那如果左侧边会怎么样？会这样子，是不是不会让人家看到你的两脚？ OK， 在剪的时候记住有一点，走过去， OK， 你量好这个位置之后呢，来，左脚在前，哎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慢慢的蹲下去，撩好你的裙子之后，如果你要抚胸部，这跟你的衣服有关系，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抚，了解吗？如果你不需要抚胸部的话，你的右手就放在你的膝盖上就可以了，慢慢的把它捡起来，一定要记住，做一个优雅的美女要怎么样？要慢，一定要慢，不可以。刚刚我看到很多同学是这样子的啊。就是这种姿势，这样子好吗？不好，不好，是不是？在刚刚捡东西的这个过程，大家做的都是蛮好的，还有一些细节的部分，请大家真的仔细回去再来调整，好吗？